我就突然有个 idea， 然后把它变成变大的话，就变成一个小店。想法来的时候吸一口气，然后来做吧。啊，那些老师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太辛苦了，你干脆回到学校来帮忙。”然后就才。好，这是在鸿海公司我们一定要一个锻炼的，就是策略要能够写下来，要能够写得下来。拿了一个校园民歌比赛第一名，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去找，刚好民歌餐厅很多，学校附近也很多，所以我们差不多就是每一天换一个餐厅。是比较这个温文儒雅，所以你今天来这边是让我这个加强心理教育的。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看老师不一样的一面。陆老师准备好了吧？好，他应该是 OK 的，OK 的。好、啊，他也蛮紧张。接下来我的 job 了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OK。比如说他们都唱那种让你觉得很热血歌，曲风上或是造型上呢，可能都会让人有点出乎意料。介意挥洒热血的感觉，获胜。